我们必须去做一些设定，让自己的近况更新的这个自己的涂鸦墙不要让别人乱留言。那我们就可以在右上角的这一个地方，然后点选之后，下面有一个设定，点一下设定之后，再到这个动态时报与标签的地方点一下，然后这边谁可以在我的动态时报新增贴文？好，动态时报就是你个人涂鸦墙的意思，所以你这边就可以，谁可以在你的动态时报上发布文章？按一下编辑，然后选择只限本人就好了哈。它预设本来是朋友，那我们把它改成只限本人，这样就不会让别人在你的涂鸦墙上面乱po东西、乱po文章、乱po广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也要改一下，就是标签出现在 Facebook 之前，先检查别人贴在你贴文中的标签。这个建议大家按一下编辑，然后把它按启用。目的就是说，有人把你 tag 的时候，就是把你做标签的时候，把他的照片标注你的人名，那他的照片就会跑到你的涂鸦墙。这个我要把它开启，开启之后，你必须允许，等于说有一个把关的动作，你必须按一个允许，他的照片才会跑到你的个人涂鸦墙，不然的话也是一种骚扰的广告行为，所以这两个地方记得把它改成只限本人，还有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开启，这样就可以咯。